主料，梨子一个，川贝五克，辅料，冰糖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一到两小时。先将梨子用盐水浸泡半小时后，用清水洗净果皮，再从梨子三分之一处切下，准备川粉。将梨子的核挖出，倒入川贝粉，放入炖中，加入适量冰糖，加入少许温开水，当然也可以不加，梨子本身也能煮出水。盖上梨盖子，放入电饭煲，按下蒸煮键，煮一个半小时后即可。煮好后打开，可以拌匀直接吃。烹饪技巧，带皮煮一定要提前用盐水浸泡半小时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